哎呀，你怎么来了？稀客呀！你这地方，你请我来，我也不来呀。以前不是挺看不上我的吗？我来这，吧，啥事儿啊？我这最近遇到的难事儿。我前段时间交了个女朋友，我女朋友刚给别人车刮了，那车挺贵的，差3万块钱。我一想，我身边没什么有钱朋友，我就找你来了嘛。啊哈。你以前不是挺看不上我的吗？没嗯，有钱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，还交上女朋友了。嗯，我记得咱俩关系没有那么好吧？但是我这不是遇到难事吗？以前是我年轻不懂事儿，我求你，这3万块钱是确实对我来说挺难的，可能对你来说比较简单。这3万块钱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小数，但是你能拿出来3万块钱吗？拿不出来。我就是过来找你了吗？能帮你，3万块钱好拿，嗯，但是有条件，叫声爸爸给我听听。爸爸，行，一会儿去财务报下卡号，3万块钱让财务给你打账上。行，那我先走了，我去财务领一下钱。这就走了？再叫一声呀。我走了啊，爸爸，我先走去了。吧去吧，这个事儿怎么样了？解决了吗？我出马肯定解决了，我谁呀？我查了一下，那车好像挺贵的。哎，还查了，确实，没有那么便宜吧？但是也不贵，6万块钱才。6万，哪来那么多钱？我自己存了3万，然后剩下3万我找的那个李航，管理行借的。他，你不是最讨厌他了吗？讨厌归讨厌，那为了你没办法。那3万块钱对我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，对吧？嗯，本来我作为一个男人，应该是为你去遮风挡雨的，反倒让你为我付出这么多。哎，我觉得不应该再这样下去了。不是，干啥呀？咋的了？